个工作 block 啦。迟到，等一下冒汗。到，好了，我就煽动他出来。叫你老板不要逃哎、欸，你给我走。警告你们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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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边就行程大概有八个小时的行程啊，然后上去北拉表演完了过后呢，又再从北拉回来，回来过后你以为完了结束了 ？No， 你太小看我一天的行程了。接下来就要直接去好人的家录音，通常录完音睡觉就结束了嘛。No， 你录完音过后呢，我还要直接驾车回来巴都，才可以结束今天的行程。因为第二天呢，我们还有别的东西要做，而且最近啊，对吧？嗯。开始拍电影了，但是还不可以讲我在拍什么电影了。我们今年在拍电影，整个行程 full， 很 full。所以我打算把今天这个很累的 vlog 拍下来，给我那个很累的 editor 剪。哇，你看，我很久没有用这台相机了哦，看到吗？这台相机跟我出生入死了，都是 steady cam 啦、啊，不是，都是这个 steady cam 啦，啊，这样方便又这样小家，然后拍的时候又不会很定得，是吗？要不然呢、啊，我会继续用它的，我今天就用它了，因为可怜它、啊、放在家生灰尘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我们已经到 KL 了，迟到，没有迟到，是塞车，你给你走下去，走开，哎，好嘞，等一下麻烦，哎，不然我们这样、哦、我们现在直接开车直接走啊，好了，来的时候讲你迟到，你自己在车上，可以啊，两个半帽啊，他承担得起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堵拦，我觉得不，可是我就煽动他堵拦，呀，yeah, 我们现在要去北拉啦，呀、yeah! huh?。OK， 上去。OK， 从这里上去北拉呢，应该是两个小时半到三个小时啦。然后去阿北拉，等下我们还要彩排。叫你老板不要吵哎、欸。吵你！你在讲话这个。OK， 现在迟到了，你这个是什么？哎，人家租这个车不是给你这样来玩。啊，迟到 King 还没有来，你一直讲我的嘛。你没讲过的吗？烦死了！等一下有的好玩了。OK， 我拿这纸了。OK， 来了，男主角来了。对啊，半个钟了嘛 ，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平时应该最少一个小时哦。What the？ 他路过了。啊！要迟到！迟到！你怎样看时间？你家里的时钟全部调早班了。来四十分钟，很塞车嘞！我刚才来一个小时嘞。我从捷宾来的，没有迟到。妈的喂！没有迟到，哪里啊？我不懂哎。我有证据。证据哦。又两双刀。哎呀！是啦。哎。我们现在要出发了，我们到那里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拍啦，没有这个 vlog 就结束了。Oh no！ 我们兜着你懂海进宝，现在下去准备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就要拆拍走。我的腰要断了，因为我们坐后面了、啊，他跳的时候我们就会整个屁股。啊屁股啊！来你讲，我讲，那屁股。谁在呀？很幼稚耶！啊，等一下嘞，大家就坐在这里的椅子啊，你看，
这么多位，然后我们就在前面那边表演，你看哇，等一下就应该会坐满满人的啊，好啊。我忘记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次来这里表演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这是一场慈善的表演呢，就是这个 Beat the Drum Music Festival， 他们是在做这慈善活动，筹款来帮助那些有乳癌的那些人呢，也提醒大家要提早做 check up，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表演呢。OK， 现在就打满彩排，轮到我们彩排，要等到十点多才表演，没有办法，我们是亚洲嘛，亚洲要办活动。真的太过分了，这条铺我死肥仔。你好过分，自己出来吃，哈哈哈哈，还要给我偷笑，笑了。我们点了一个马吉跟一个蟹翅羹，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很饿。我们刚才来到这边呢，才注意到这个地方哦，它是一个巴士站新建的啦，听讲里面会有电影院，还有保龄球场，那好像不错一下。马吉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彩排完了，要去找东西吃了。请问金宝有什么好料吃呢？你先问谁给回答你？你管我？可以不要一直给我吗 ？Comment 是 live 是吗？我的口味现在来到一个我也不懂是哪里的，听讲这里是奶茶街是吗？ Your favorite 来这里吃寿司明太啊，真的？你不是要吃金宝什么什么什么金宝？要吃寿司明太？走开！你可以不要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嘛？怎么你问这样子指住人家问呢？选择困难症。OK。12 seconds later。所以我们最后选择是寿司明太，其实最主要是大家应该是不想要做太多选择。第二，想不到啊、哦，想不到，最后有人去催啊，所以就来这里吃东西了。啊，几方便，现在哪就可以吃了。很棒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很 stress 啊，做歌做到一点点酷，要不要给他拍照酷？看来做艺人真的没有这样简单。哦，我很久没有这感觉了。可以看到镜头，这个画面有点回到很多年前那种感觉，一点变别了。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嘞，是哎呀，他进来这个圈的。对对对，我拉他入坑了，因为他第一个问我，哎，这样会赚到钱没？我讲可以的，你懂错嘛？名字我讲啊，做又又好赚吗？你可以做看看了。他讲，因为你跳舞的可以拍。哦。然后我就讲是咩？然后我就看你在做嘛，我来找你，我问你。然后你讲可以吗？名字叫我做跳舞了，结果我要做舞做活做火狼。然后我们又拉了一个在艺人界以为自己很红，然后也是做舞做模做模男的人拉进来了，他才有一点成就了。所以你看，我这台相机一拿出来就满满的回忆啊。2 hours later， 各位注意注意，现在到了我们要表演的时候了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去到哪里呢，全部都叫我们修费啊，修费。然后问呢，我们叫什么名？修费吗？我想请你食饭。我也是有看到，我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不会叫你们做这么多动作，我要你们介绍给我就可以了。云大的校花在哪里？哦，会，然后讲一点点哦。我们表演完了，现在我们的下一个行程就是要直接回 KL， 他好像要上点当江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已经是1:25，凌晨1:30，你以为结束了啊？我们现在要去好人家继续录我们的歌啊，不过是广告歌啦，很快就录完的啦。录完广告歌，我们就要录回去巴都。看到了没有？行程满满，平时忙碌的其中一天罢了啊。自从身家不是身家。身份从一个 YouTuber 升级到艺人这个身份，生活非常的充实，充满了惊喜，天天突然间有很多东西要做。哦，哎，刚才我们表演呢，就有 fans 送我们礼物啊。好人跟 Tomato 他们是拿到扇子，是我的这个呢，是跟他们不一样的，而且是写住涂阿雅老师。讲真的，我离开舞蹈界应该最少10年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他送我什么 ，Gaming 我是写住 Gaming Mouse 啊，不过我相信应该不是 Gaming Mouse。哎呦，啊，真的是一个 Gaming Mouse 哦。哎呦，哦 ，Thank you， 感谢感谢，现场送我们礼物的嘞，啊，有一个他画我们的样子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，多没多，好人跟阿雅是不是很像呢？都是他们花心思做的啦，我会 keep 住啦，我就代替 Steady Gang， 谢谢你们啦。OK， 要快点去录音，终于。到好人家了，叮咚，一夜，现在要录音，开工，开工，开工！一组零给嘎，妈妈你累吗？打司机啊！高，啊，唱高。一组零给要这样唱，一组零给嘎，哦，这样高音。让一组为你来按两下，两下，不要按两下，按两下。好玩一点就一组零给个妈妈，你累吗？对，就这个，来一个的。大世界按摩你切马杀，一组零给个妈妈先坐下，让一组为你来按两下。可以，往下。诀窍就是你要连动作一起做出。对，没有错，你就有那个 feel 呀。嗯。买收工啦。嗯。OK， 收工咗啦。看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时间。我回到家应该是6:00多、7:00来呀。走路，走路，回路。Hey!